他是持有12项世界学术纪录的马来西亚杰出青年，马来西亚首相见证他被选为世界最有智慧的名人之一。他是五军名人论坛掌舵人陈耀兴博士。五军名人论坛汇集马来西亚政经文教重量级人物。这一集五军名人论坛，马来西亚卫生部部长拿督斯里廖中来与您畅谈塑造健康生活。作为卫生部长，我必须要确保每一个马来西亚人民公民生病都有医生看，我要确保我们的人民呢在获得一个非常有素质的医疗。卫生部是一个非常大的部门，它大概是在马来西亚各部门当中是排第二的。作为卫生部呢，我们必须要走在整个国家卫生健康的这个前头。五军名人论坛，辉煌人生再发现。